小鸟啊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13号。每当到了这个季节，我们河北啊就开启了暴晒模式，特别晒，特别晒。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下，在太阳底下，你坚持不了多一会儿，肯定会把你晒爆的。然后每天当中，我们的狗是怎样去度过呢？包括很多人也担心，我们寄养的狗是怎样去度过的呢？首先，咱们可以看到啊，咱们在室外的那些小狗，像八哥啊、小柴犬、小柯基，它们自己就会找到一个阴凉地儿，在那种树底下、草丛里面，它们趴着很凉快。以目前这个状态，只要你不被晒到，啊，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合的。大家可以看户外的温度大概多少，40度以上了，很恐怖的。尤其是在这种铁板啊，或者是水泥地上。狗狗寄养区前面有个门，后面有个窗，这种设计啊特别有利于通风。它们这里面比较干燥，况且我们河北的梅雨季节一般都比较短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潮湿的问题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温度啊还是比较适合的，所以每只小狗在这儿躺着睡觉都很舒服。细心的朋友可以注意到，我们后面的小窗呢会留了一截墙。这个墙是什么用呢？主要就是当天气变冷的时候，尤其是遇到大风天气，这个墙可以很大程度上阻挡很多的风，对于狗狗的保暖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。到了夏季以后，狗狗的防暑主要是注意三点：第一个，太阳不能直晒；第二个，不断水；第三，通风。这三个要素非常重要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华南地区的天气非常的恶劣，特别热，很多朋友的狗中暑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所有的狗呢，到了这个季节都会主动的去找一些阴凉地儿去避暑，但是有一些狗呢，它的行为是很奇葩的，咱们没有办法去理解。比如说接下来的一只小哈士奇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